小蔡，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是一期 Arisia Sale 的开箱分享视频。我去店里没有找到很多我喜欢的东西，所以呢我就等着从网上下单的一块寄过来了，才给大家做的这个分享视频。现在他们的网站呢还是在持续打折的，并且他们家的折扣呢是属于阶梯式折扣，就是说越往后呢它的折扣力度会变得越来越大。那我买的这几件衣服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我觉得我还是买到了我比较喜欢的一些东西，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吧。首先呢就是我身上现在穿着的这件衣服呢是属于他们家的 Cozy Fleece 这样的一个系列，它不是一个非常寻常的卫衣，它是做的这种翻领设计，就蛮像男生穿的 polo， 并且呢这件衣服穿上其实很有就是美式校园风的那种，就是比较帅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件不管是男女都比较适合，而且我觉得这件衣服呢穿上非常的朝气，非常的清纯，就我自己是很喜欢的一件卫衣。这件衣服上身的感觉呢其实真的挺不错，就非常的贴肤，穿上就很舒服。我身上穿的这一件呢是 S 码，我觉得穿在我身上的话是属于正正好的那一类型，有一点点宽大呢，但是绝对不会说在你身上会显得比较邋遢，没有，是我觉得还是挺休闲挺好看的。我呢还买了配套的裤子，其实这个裤子我想说一下的哈，就是它虽然呢是有一个这个的，但是呢它这个腰挺肥的。这个裤子呢我买的是 classic 的，然后我的尺码呢还是 S 码，这件是60块钱。这件呢它是收脚的这种运动裤，而且里面呢也是这种带绒的，他们家的绒手感真的很不错，朋友们，就是还挺好的。这种裤子的版型呢它基本上就是说一个大直筒下来的，而且如果你买的是稍微长一点的话，它还会堆在你腿的这个地方，就有那么一点点垂坠感在里面。它这种直筒的版型呢就比较舒适比较随意，我觉得不管你上学上班或者是你居家穿都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呢它里面这个薄绒就很适合加拿大的冬天，你进到室内的话不会冷得特别夸张，但是呢因为它这个抓绒在，你在室外走一走的话也不会说让你变得特别的冷，保暖上呢还是不错的。这种运动裤呢对身材的包容性其实说实话挺大的，你穿惯了这种裤子呢就再也不会想去穿紧身牛仔裤了。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像我一样不是很自律的人，就是以后真的就是永远的都穿运动裤了。下一件呢是一个 Super Pop 的马甲，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想买 Super Pop 或者是这些只打九折的比较经典吧，算比较经典的系列，我觉得你在年终打折买的话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年终打折呢打8折，现在黑五打折呢只打9折，就是免掉一个税而已。大家在买马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方，不要买的号特别的小，如果你买的号特别小的话你这个地方会卡着，然后就会非常的难受。我这件的尺码呢是 XS， 但是它这个地方做的真的挺好的，它做的很大，所以呢我就算穿这样一个加绒的卫衣还是非常的松快，就是说一点都不挤得慌，这一点我觉得它做的非常的好。而且呢我觉得这个绿色非常的百搭，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它会显得我的头有一点小小的，因为它这个领子堆在这个地方，这件非常喜欢。而且它这个 Super Puff 真的很轻，薄绒的，所以它穿在身上呢很轻很暖，我觉得这个你在秋天穿或者是冬天室内穿也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只需要走一个停车场的距离，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穿一件这个也就够了。它还是这样的，有一个帽子，我来给它扣上，也不知道好不好看，这好像有一点，如果把它扣上好像有一点傻。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这么穿了，就还是敞开穿，这样会好，更好看一些。下一件呢是我买的这样一个羊毛的 V 领连衣裙，它这个领子开的有一点大。这件衣服呢比较有国内的那种针织 OP 的感觉，就是比较慵懒，穿上这个我买的号其实不是特别的合适，我买的是最小号，就是 XXS， 因为我在店里看到这个，然后他给我的那一件我忘了是什么码了，就是很大很大穿在身上。但是这件呢我后来买了最小号，我就觉得它穿在我身上好像是有一些
局促的，而且呢它前面这个 V 领朋友们开的非常的高，如果你是比较介意的话，我建议你找一个什么扣啊或者是之类的稍微弄一弄，因为这个真的就是咧到胸口。对，这件呢我觉得在不太冷的时候你自己单穿，或者是在天冷的时候你做内搭穿，我觉得都还是挺好看的。但这件衣服呢有一个 bug 就非常的透，我今天在试穿的时候呢，我里面穿的是一件肤色的内衣，然后你就看内衣不是很明显，但是我穿了一条白色的内裤就很明显。所以呢如果你介意的话那你就不要买这一件，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就里面穿肤色的内衣内裤就可以了。我买的这个号这个摆走路起来好像是有一点不太方便的，就是剩下的呢倒是还好，穿在身上呢也挺舒服的，材质上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没有说特别扎。还有呢就是它这种直筒的版型，我觉得还是对我们大多数人的身材来说都是挺友好的那一种。基本上我觉得梨形啊苹果型还有我这种平板型的身材咱们都能穿，如果是我穿它的话我肯定会选择大衣啊，然后围围巾啊，我觉得这样会比较有氛围感。还有呢就是这件衣服我觉得侧面也还是挺显瘦的，所以这件衣服呢我还是蛮推荐的，但是呢不推荐买最小号，还是比较建议买大一个号。然后呢是我买的一件羊绒的这样一条裤子，然后它这里是收脚的嘛，所以我觉得在版型上来说呢它非常像Lululemon 卖的那种 jogger。 它这个羊绒朋友们真的好舒服，超软了，然后作为一个羊绒爱好者呢我必须立刻给它拿下。但是呢我刚刚有看到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居然有点太贵了，188刀。这个呢我觉得就没什么好赘述的，买这个呢只是因为单纯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羊绒这个材质。但是这条裤子呢它首先它不够防风，这种羊绒是风一吹就会透的，所以如果你在室外穿的话肯定是不推荐的。其次呢就是这条裤子虽然它很舒服，但是呢它有一点贵。我觉得这个羊绒的这条裤子呢它对身材的包容性没有那么好，我在穿这一条的话我就觉得它在我身上穿着稍微有一点局促，如果我能再买大一个号，就比如说买 S 码的话，我觉得会更适合我一些，也不会暴露太多的腿部缺点。因为这个裤子的话说实话我觉得如果我再胖一点点的话真的就不太适合我穿了。就下一件呢是一个 oversize 风格的这样一个黑色毛衣，哇它真的漆黑一片，我在这个镜头里看这个呢我觉得就比较有大女人风范的这样一件衣服，而且它好粘毛，朋友们我拿出来一看，哇塞它就已经粘满了。它首先呢是这种V 领会显得有一些成熟，而且呢它保暖性我觉得应该是不是很好，因为它不管它的就是这个袖口呀还有它这个下围啊这个地方都是整个那种放开的，你知道吗，就是穿上有一点嗖嗖漏风的那种感觉，我能感觉到我的胳膊在里面就来回的晃荡。而且我觉得这个摸起来其实质感蛮好的，一定程度上可以算作一些大牌的平替产品。而且这件的 V 领呢我觉得还是挺修饰这个线条的，会显得你的脖子更修长一些，我觉得这点还是蛮好的。这件呢还是更推荐给上班的姐妹，我觉得这个穿上真的挺显你自己的气场的。最后一件呢是一件开衫，穿在我这个的话应该是不太好，但是我觉得它这个燕麦色的开衫呢忽然就显得头大了起来。我觉得它这个燕麦色的开衫呢颜色比较温柔，是比较韩系的那一种，它穿在身上呢有一丢丢的扎人。我觉得这件比较适合什么场景呢，比较适合你里面穿一个小吊带小背心，或者呢是搭我刚刚的那一件连衣裙，我觉得这样会显得整个人非常的温柔。这件衣服呢是一个中长款，它自己就自带了一些秋冬的这样的感觉。它这个牌子上说它这个面料是意大利进口的，意大利进口的为什么还有一点渣呀，那可能是意大利进口所以比较贵吧。这件我买的时候好像是打五折，就是打完之后只有70多块钱，如果说70多块钱的话就是它这个手感呀我还能接受，如果你要说这个卖我188刀完了之后这个手感我可能有点
接受不了。这件我没有特别喜欢，因为它穿上身真的有一点不舒服，但是我觉得搭小裙子什么的应该还是蛮好看的，并且这个颜色呢也非常的温柔。那以上呢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请给我点一个赞，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